杯酒。太赞了！接下来就吃肉，这一块是牛肉刚烤好的。嗯，哇塞，太好吃了！这样子能够吃那肉的鲜甜，好幸福哦！接下来要吃什么？要吃什么呢？我要吃生蚝。生蚝好了没？生蚝还没好，还没完成。来吃烧烤，最重要是什么呢？啊，好，现在来吃生蚝。哇，非常的烫，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得到，真的太烫了，我放下来。好，我们现在旁边有柠檬，我先挤上一点柠檬哦，这样来可以提味。生蚝最重要是什么？我要吃吃看就知味知道啦。哇，它真的新鲜的，它完全卡在上面哎！我要用点力气。哇，嗯，太鲜甜了，非常的软嫩。你不要讲话好不好啊？好，继续，哎，哎，选，哎，来 ，NG，NG。太鲜甜了，真的。你看它地头卡在这个上面，这个要用力咬，这个就是什么所谓的干贝啦，哦，非常新鲜，完全吃到生蚝原本的鲜甜味，而且很软嫩，然后加它流出来的汤汁非常的甜耶，跟那个蛤蜊汤一样很鲜甜。哇，我已经吃了两个小时，这块是吃不饱剩这么多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超醉的，这里又能吃又能喝到饱，哇塞，真是太厉害了！观众朋友们，下次要赶快来试试看啊！